妖狐一世，只要有主人，心有归处，就不会成为恶影。分明是妖，偏要当成阴阳师。分明是人，又偏要去养那些妖。从前不明白世神令为何是禁术，人和妖缔结盟誓却是天大的笑话。这什么情况？生共死，绝不背叛。在此危急之时，我们更要替主人守住平静城。在下秦明。